嘉义县消防局透过服务满意度问卷调查，了解被救护的民众对疾病到医院进行紧急救护业务的观感。结果出炉，有高达99.26%的民众对队员的服务态度表示满意，有98.53%的民众认为救护技能专业。消防局表示，相关的数据和意见将作为未来改善紧急救护的重要参考。嘉义县消防局所属各分队101救护车派遣出勤，一平到医院前紧急救护出勤总次数22,700次，送医诊治人数18,979人次，比100年紧急救护出勤总次数升点3.7%。李消防局为了了解民众对一平紧急救护的观感，针对被救护的对象，以电话访谈的方式进行问卷调查，问卷数672分，服务态度达到满意等级以上，合格是99.26%。急救处置技术达到专业等级以上，合格是98.53%。报案了后，救护人员到达现场的速度达到满意等级以上，合格96.59%。民间调查显示，民众对嘉义县消防局紧急救护业务拢持正面肯定的态度，未来将持续督促改进，以期望提升整体工作效率和观感。最后，消防局也呼吁民众，若不是符合119紧急救护服务要件者，量自行就医，以免影响当地真需要救护车的动静。紧急伤病患使用救护资源的权利，救护资源是公共财产，应该善用珍惜。新闻中台新闻嘉义县采访报道。